Oh. Oh.这个角度啦、啊。我很讨厌开这种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会有很多蚂蚁啊，这种可以，这个走了下去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就选择这里哦，赖区跟潭区。连接着这个地方，我们趁着今天哦时间不多，然后海边天气也不好，我们就跑一下猫螺溪附近可以钓区域的点，介绍给大家。这个点是在这个振兴桥啊，振兴桥的下游一点点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开钓。我们先用这个软虫试试看。看会不会咬，这软虫见到过好像有点重，不管了，试试看。哦，太快了吧，第一杆呢，舒服了，一卷仔，看太爽了吧，看我好像没有带鱼姐了。鱼姐放在救生衣上面了。有，这只比较大一点。有了。This one is， 这只又比较大一点。有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就咬了、哦，舒服啊，连发了，哎呀，太快了，哎呀，太快了，鱼夹。啊，点点呐、啊，抖个屁呀、啊！别抖了，这镜头挂的太粗了点。机构头太粗了一点了。有尾巴，刚才拉太快了。慢慢的收，软虫不太会挂底啊，就慢慢的给它收。哎呦，这用三叉钩了应该。软虫的命中率真的比较差嘞，哇，GG，所以我们从绑前导，然后换这个汤匙试试看，这个汤匙，来吗？来吗？
这个角度啦，舒服啦，一直在撞嘛，在撞嘛，一直撞，一直撞，一点气哈，撞到太用力了，啊，往前挺进。鱼呢？吼，这个地方用，这个地方占用，蛮危险的，感觉底很乱。嗯，来啊，巨妖，嘿，来啊，呵呵，我的好朋友来了。的去呀、啊，好朋友！哇，这么粗！这是可以呀、啊，这只 size 可以哦。这个没有鱼夹，真的是。哦呦，弄起来，鱼啊！哦呦，不屌，有吃呢？哦呦，哦，有呢。这里也是有鱼呢，来啊，鱼啊真是多了，真的没什么大的鱼呀、啊！一，嗯，屌哦！哎呦，这只比较分量，哎，这只好像不是鱼呀呢，加点羹啊，加点羹啊，是卷仔。嗯，对了，卷仔。钓不完呐、啊，这里的鱼钓不完呐、啊，完，哦，舒服噶，啊、都是咪咪卷，但是很多，哎，不要抖啦！我惊呢。
树枝。狗叫嘞！啊！手机狗叫。欸，什么东西？靠腰有树枝啊！张孝伟，哦，不是铁丝啊！哭欸！哇，靠腰西迪啊！哎呦，靠腰，死猪啊！都没有咬我的时候都没有力气呀、啊，都没有顿点呢、啊。深入啊！所以是魔道鱼腥味，怎么觉得鱼群好像来了？靠北。